Welcome back， 我是邓。今天我们来玩 ARBS Animal Reward Battle Simulator。然后这个画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大猩猩，你可以看到它颤到很多东西。它脚那边有一个盾牌，然后这个肩膀那边有一个飞机，不知什么来的，这头有一个角。然后你再看这个恐龙，它这个有一个爪子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爽快的 game 了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这个运动嘛。What the fuck is 运动？有这样多个讲解：拯救人类、猿人的崛起、神奇的野兽、死亡崛起、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地图。先讲解先吧。这样多个，叫我不要讲解了。那我们来玩看第一人称射击地图是怎样。我也不是很确定。第一人称控制是 F， 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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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， 快点按，我按 F， OK， OK， OK。等一下，鸡蛋没有子弹，没有子弹。OK OK OK， 雷球龙没什么 game 来的，哇，养多只啊！等一下，很多只，但我不能跳，可以跳，25发，跳过去。OK OK， 上来，你们上来，我就下去。哎，这边一只 ，OK。怎么一直 spawn 呢？啊！等一下，有时间了，在上面。喂！我的妈 ！OK， what the heck？ 什么 game 来的喽？很帅。OK， 拿子弹多多天。OK， 我很多子弹，完全不慌，没有在怕的啦。还没有十啊！呜！你不要上来，不要上来！喂，快点，在外面玩呢，用投资。我在那边顶着就可以了，他们一定上不来了。哦，有时间呢，如果我挺过这个时间，我就赢了，是吧？应该吧？容易啦，哎呀 ，Why so easy？ 这样容易，要不要给我放出来呀？什么野猪？努卡，加结束 ，OK OK， 哦，哇，吓死我，会死玩这个 game。我们去第二个地图看，第二个地图，开始，然后要按 F 先。哦，哇，子弹，子弹该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子弹。喂，这样快了，啊 ，shit。OK。OK， 安全，又是一样的野猪，我完全不慌。我就在那边顶着可以了吧 ？Hello there。喂，有星啊，这个什么玩意？都有脚在上面呢。鸡蛋糕什么来的？啊，等一下，不要怪，你们不要怪。Look at this dude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这样多次啊！No！呼呼！顶！顶住！我要赢啊！卡他们，走威慑他们，这样容易啊！哈哈！啊，那野猪上来啊！哈哈哈哈 ！Easy， 简直就是容易到爆！就是炫啊，这个什么关卡太炫了。OK，
OK， 接下来我们去这个塔房第三个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，一个叫 Raptor 嘛，应该是 Raptor 哎、欸。哦 ，OK OK， 哎，拿枪，怎么枪 ？Shotgun？ 我怎么会倒啊？哎，呜呜，呜呼呼，什么鬼 ？The fuck？ 我要跳下去吗？样子？啊？就是我不可以给他们撞到我吗？这个意思是说 ？OK， 下两枪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怎么声音只有是歪头的声音？什么鬼来的？喂喂喂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啊！怎么这个 reload 这样慢呢？射一枪，一枪！他这样慢的，他 reload 啊啊！怎么 reload 这样慢的？你回家去吧！嘿嘿嘿！喂！哎、欸，哇，我死过哦 ，OK， 这样子就容易玩了啊！我可以跑的话，很香，可以 miss 一箱，剩下时间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给我按一下结束吧灯，给我按一下结束吧灯 ，OK。接下来是第四个 map， 然后有新的，我看到是飞龙吧那个。OK， 先 try 先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来的？这个什么枪来的？哦，这样多只。啊、no no。Fuck you！ 开始多一次。哦，换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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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换。鸡蛋糕，哪里？哎、欸，不要 spawn 那边！哦，鸡的不要啊！不要 spawn 那边，不要 spawn 那边。OK。spawn 边 OK， 起边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耶、yeah, ，easy， 接下来我们来玩这个吧，塔防五，开始，然后拿枪先 ，Oh shit， 喂，什么来的？怎么有地雷的 ？Hello。哇！不要掉血啊！你不要掉血啊！哦、我要帮水，我要帮水。我随便全部都射平了。OK。状况很好，状况很好。后面有敌人吗？没有。Shit！ 我掉血了。用什么盾牌？用现代战争？你给我用打我的斧头？什么鬼哦 ？Hello。OK。So far, so good。我子弹能射不完的动作，直接跳去跟他们 fight。有什么屌啊？有什么 noob 卡？用盾牌，很像我会怕样子，很像我很怕。哇哇，撞新来呀 ！Hello。哇 ，What the fuck？ OK。哇。安全，玩了没有到底 ？Hello， 我现在看 C 状态，你知道吗？OK， 还有谁 ？Easy peasy，Why so easy？OK，、okay, 去第六个塔房，废话不要再讲，直接开打。怎么回来的？这么三个人呢？穿透到敌人基地并找到敌人生产者。OK。
Okay. 喂喂喂喂喂喂！我死掉是吗？哇！没酒楼没死 ，no， 我死掉。What the f？ 我死掉啊！我进，只有一瞬间的时间可以给我进到去吧？对，我要那趁那一瞬间的时间跑去右边。OK， 跑！那里。OK， 你跳到没？啊！生成器在那里？我看一下。这玩意不能移动 camera， 水色机啊，这东西。它生成器在哦，这个最里面那边，好像很难诶，这个超难的这一关。OK。No。太难了。OK， 死一个。拉。OK。关。将关。OK。生成器还有吗？这边还有，进去打。OK， 容易啦 ，easy。我要死了这一关，太难了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关卡，就是拿房七来 try 看。这个感觉就真的很难，你看这样多个武器，下去，我要下去。这边很远的，苗岭棍，这边像苗哈喽，哪个敌人？我要下去。下去，换一个 grenade launcher， 没有 grenade launcher， OK， 炸，开炸， what the fuck， OK， 开炸，怎么可以炸自己人呢？容易啊，用这个炸可以啊，炸自己人也无所谓。哦，我要进入敌方的基地。等一下，要进入敌方的基地。我现在看到目标。哇，这个难的样子。OK， 有没有给我背景？我这样看他都。我一直 spawn 都很难的位置，这个很难的。生气秒啊！GG 啊！哇，这个难欸，Round two. OK， 忍者模式。对进去，弄进去里面，不要怕。Just do it. 弓箭手，刚才我已经打到78%了 ，spawn 一只吧，现在。是的，打进去。OK。
攻进去，攻进去。这什么啦？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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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啦啦啦啦啦，木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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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木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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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et's go！ Nice。呼呼。Easy peasy。